我以前扁桃发炎过的，我以前扁桃发炎，最起码要1个多礼拜才能好，但是你们阳了，可能比我还好得快。我可能要1个多礼拜才能好。你们庆幸自己吧，我是真的难受，但没办法，但我没发烧。我就经常扁桃体发炎，没有杂音，底噪特别小，我这儿听不出底噪。Thank you.
也好久没有好好助眠了。我已经这个月，我每次直播，我就是开播的时候说两句话，后面我都不讲话，都好好助眠的。你要是觉得我不好好助眠，你可以去看别人。
好吗？你们怎么困得这么早？谢谢鼓励。晚安，谢谢。
些福利我也不发了，这衣服就白穿了。我以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会很快达标的，没想到你们怎么搞，怎么学，好学，就3000都不行。1.5万换算成人民币是1500。仙女。